停更这段时间应该是有累积很多人生历练吧。啊，应该说大家其实应该会比较想听俊明跟 CTY 讲。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针对的不是你们，是跳篮。啊干！我离婚了，然后现在就是在过这该过的生活。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副片教材，谈了一段恋爱，结了一场婚，办了一场婚礼，开了一间公司，基本上。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看什么看？就是在说你啊！干嘛那么凶啊？这到我干嘛？你到我干嘛？还是这个已经是完全不是同个节目了，它叫做 Man's 跑酒店。想想都会偷笑的。我觉得有个区隔，你知道吗？已经不一样了，整个格局。男模会馆。好派。有人要喝这酒吗？这酒可能连狗都不喝。那觉得这样觉得啊，这么严重，跟我打品对啊，在干嘛？对不起，其实我很爱喝百威，问啊。爱共杯茶的长笛下，干杯！干杯！又不见啦。来，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感谢一下本集的赞助场地方啦。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要感谢一下狮子王的赞助，好不好？就是有任何的，就是有想要办 party 的朋友，都可以联络一下俊明啊。你有偷，你有偷成的？没有，那为什么不能联络我？为什么对他想俊明？就对啊，对啊，就我要看他同不同意啊。好，你们就联络俊明 ，IG 放个 IN， 不是，没有，IG J。我必须说我自己真的太假了吧？真的吗？对啊，你表情有点假。没有，不是，我不是说，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场地。我觉得这个厕所真的蛮屌，是不是？空间很大，然后整个很 luxury， 你知道 luxury 什么意思吗？你知道 luxury 什么意思？奢华 ，flex 那种感觉 ，expensive，fl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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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我黑化很跳。你为什么放自己自拍裸照？干你！这根本不可能的事。哎，但是我们还没自我介绍。OK， 好，我们先做。太久了，大家好，我是明明叫俊明，我俊明，高明，我是 CY， 好，那我们一起来。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第一题。好，第一题不多说。这句话也是一句废话。好。但我必须说，俊明，我们都派那么多季了，你会不会重复问我们过去的问题啊？搞不好忘记之前。对，我搞不好忘记了。但我觉得不会啦，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停更这段时间，应该是有累积很多人生历练吧。啊，然后大家也经历了不同的事情，所以答案会不一样。对，也许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说真的，我们第一季是几年前拍的吧？没有，我跟你讲，第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要结婚吗？闭嘴，闭嘴。等一下，我跟你讲，来，第一季的问题来，今天有，是几周年的那种。来，我跟你们说，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是2021年12月28号拍的最后一次 Men's Talk， 哇哦，然后我们那第一次，第一次是在3年前的时候，3周年了，我们 Men's Talk， Oh my God， 没错，好来，所以距离我们2021年12月28号拍 Men's Talk 到现在，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总结一下十二月那个时候到现在大家各自的心得过得怎么样？看你要透露多少都 OK 啦，因为像我知道就是强哥这两年可能从一直出国啊到同居啊。之类的，那明哥结婚再结婚啊，然后结婚再结婚，结婚而已，没有再结婚。然后明哥的他说我结两次，没，就是没有，就只有我们没有发生事情，是吗？你就要讲这样的事情吗？为什么要伤害彼此啊，俊明？逼我啊！明哥可能家里装潢啊，然后建明有变吗？我养狗了，多了一只，养狗你花20000块。那我们一个一个来一下，你先来。不是，因为我一般都是比较不讲跟最后那个，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破那个传统嘛。对啊，应该说大家其实应该会比较想听俊明跟 CTY 讲。等一下。平常他都没讲吗？没有，他会，他都最很少，他都最后一个，然后总结我们的不会到这样。对，他就是把我们的话重复那基本上是这样。然后总结，然后加个什么名言，然后搞得自己很博学多闻，你知道吗？为什么针对我们？我们针对不是你们，是跳篮。来，你先说我先说好不好？让大家突然从粉红色变蓝色，那从粉红色到蓝色之间是不是有掺杂？啊干！我是说粉红色加 X X ，
变蓝色是吗？对。对呀、啊，对，调色盘是哎、欸，你该不会又跟我讲说要审片吧？我在讲一个，我在讲一个色轮的，我只是告诉你说，这片要剪掉。不是阿贝，好啦 ，OK， 对俊明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离婚了，然后现在就是在过这该过的生活，单身生活，单身 ，single baby，yeah，single baby，single lady，single lady，single lady， 就是下一个。啊、你的两年，我两年就这样，哎、欸、呀，所以我们要这整集就是我的两年，我讲完了，讲完下去吗？你的两年只有离完婚就这样吗？你只有离婚这个主题，你没有 ？OK， 好 ，OK OK OK， 你没有什么领养或者是什么靠养出国？那是我再讲一次。好，那 CY 基本上在这两年时候呢，离婚了，然后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新的公司，跟台湾一个公司。哇，马来西亚也有，马来西亚有啊，大老板，大企业，国际企业，对啊，对，就是一个贸易。对啊，下面喂，其实就是一个爽爽过完，感情部分是维持的蛮不错的，哎，这很重要，对对对对，就是稳定稳定的。你自己觉得不错吗？往上升温吗？我自己觉得是蛮不错，就是有在这个掌控范围。那你有问他的想法吗？当然是非常幸福的。OK， 当然是非常幸福的。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一定是大拇指啦。我要问，同居是加分还是扣分？我觉得已经加分嘞，就是你们本来就有点半同居啊。啊，我们的整个生活的水平有 up 起来。哎，可是你们要不要回顾成就差不多第一集？第一集说哎，就没有人想同居，怎么真假的？男生为什么想跟女生同居？想吗？你想吗？代表我们变蛮多的，代表我们有在成长，我们在对思想上的不同，应该说不也不是自我矛盾，就是更爱女性了。啊？什么？更爱女性了？哦，你说本来是爱男性。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然后发现，哇，我们 YouTube 频道好像流量越来越差了。所以我们是出来救火的。对的，自己也发展了很多副业。我也是。我们现在就是除了 Twitter 跟 OnlyFans 没经营，其他都经营了。对自己发展一些副业，然后有一些什么摄影或者什么行销都可以找我。摄影要找你，找我，明哥。Okay, 我找明哥啊， okay. 找我找明哥。OK， 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公司跟公司合作，明哥他让很常见的。对啊，你这样 OK 啊？可以啊，没关系。你底下不是啊？他发过我，我发过他，我们两个是有互相发过的。他有资格发你哦。钱有到、啊，原来是可以业配的吗？底下钱有到、啊，原来是可以业配的吗？底下。等一下，等一下，想要学泰文的话，去哪里开一个课程？还可以学泰文。啊，如果大家想要推广任何你们的产品给马来西亚市场的话，可以找我。我有同居，我结婚还没有离婚。好棒。对，我말조심해요당신만위험했던거아니니까可能就是最近也在筹备公司，好像是要有公司行号会比较好对接啦，对，就是新的事物那些东西，相互比较加分。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拍摄的话，也可以找建明来找我。找高明，你看，谢谢你，高明就这样讲。哎、欸，这是自己大哥、欸。我跟你讲，我不做公司，我找高明，高明可以发我吗？我最近开始了解，你要承办一些公司，开始要什么会计，要这些公司，然后那些东西好复杂，那个钱快点。对，那好贵啊，就是每个月要付很多钱啊。然后我公司创了也不一定能赚很多钱。没有那么贵，没有那么多。如果你要从一间公司的成立，不是，不然我们再开一集好不好？怎么突然变错？对对，大家。我觉得这两年没有太，就是太大的差异，但我身边朋友都有，但我看到身边朋友那些就是有失有得啊，我就会觉得更珍惜我现在。你看你啊，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负面教材，辛苦我的朋友。其实是这样，没有错，就是这样。其实我认真哦。在这个 men's 的这个聚会里面，我真的是从每个人身上都汲取很多教训。高明身上学到大男子主义怎么去对付老婆。哎，你这就可以这样讲他？没有，高明真的在跟老婆相处这一块，我觉得是很屌。然后跟超强这边学到一些比较 free 的一些模式，这样子。free 的，就是免费，自然相处的一些。我跟你讲，免费的最贵哦。那我跟你说，大概可以停那集就好了。大概讲我们，对，停那集就好了。对。对好，那我想听听看。我才不告诉你呢。好，那我们来，我们下一局。你先回答。对啊，你这两年靠腰，你讲。不是啊，因为我
你还有很多可以讲，因为帮他开威士忌。我觉得是这样哦，因为我这两年其实没什么好分享的，就是谈了一段恋爱，结了一场婚，办了一场婚礼，开了一间公司，基本上全部失败，全部失败，失败。但是还是要感谢有来婚礼的人。我跟你讲，就基本上礼金部还在我这边。如果今天你包多少，到时候我要么包一样，要么我 double 上去。对，放片头就搞定了。你看我多贴心，我完全没出席。哎，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说你全部失败，那你一句话总结你学到的东西。我刚刚应该没有问你吧？我想说你，我应该，我想说我从你身上学到东西嘛。我觉得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好，我这样说好了，不管是做任何事情，对，要理性，也要感性，可以冲动，但是如果你心中有任何觉得有任何的不安、疑惑，不要，没有，你要非常在意跟非常明确你的不安是什么，把它解决掉，不然不要轻易做决定。OK， 但是任何决定，我非常感谢出现在我生命的每一个人。无论结局是好是坏，就是我是祝福的，我是祝福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更好。很妙，就是第一题是一个回顾，对，是第二。可是你们还没有总结，就一句话就好。如果要总结一句话，一句话总结，你们加油。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这边没有太，我这边没有太大的感谢，没有明星刻骨铭心的东西。然后看大家都在改变跟经历。OK， 我希望你们真正的加油。了解，收到。OK， 名言就是我正在成为更理想的自己。然后阿公，我会记住你一辈子。我觉得就是活在每个当下，享受每个当下。我讲的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懂的道理啊，就是成长是痛苦的。但我觉得这两年我成长很多，当下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其实会度过的。所以呀，我成长了。我要给这两年一句话，就是风。是自由的，你也是，就这样。尚翔，我听不懂哎，因为他现在是自由的，太艺术了吧？等一下，好 ，OK， 我们第二题。下一集一定要色色的，麻烦一定要色色，不然没有人要看。我是笨家，然后他也不会露脸，原则上不会，也不会有任何特征。但如果生日特辑，他可能会戴口罩。哦，那戴狗头面具呢？你去给狗。